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妍妍，欢迎收看 McDonald 大设计。看脸的社会，就连灯也要有高颜值才能混得下去。那相信好看的灯大家都见过不少了，但像繁花一样盛开的灯，你见过吗？荷兰有家设计工作室就把自然界中的花开与科技结合在了一起，设计出了一款真正貌美如花的开花灯。作为全球顶级的灯具设计工作室 ，Studio Draft 家的灯不仅长得好看，还非常有寓意，都能在自然界中找到原型。他们之前以蒲公英为创意推出过一款灯具，看着这些发光的蒲公英真的是超级梦幻了。而这次他们想要表现的是花开的模样，为了突出花开的动态感觉，他们在灯具 Metal 中内置了传感器，能够根据周围环境控制纺织物的张开闭合，在灯光的映衬下就能形象地展现出不同阶段中花朵的模样了。抬头看见大片大片的花绽开在眼前，是不是觉得特美？而如果你觉得这颜色五花八门的太妖艳了，没关系，简单清纯的他们家也有。设计团队耗时五年才设计出来的 Shine Night， 素白的丝绸布料显得自然又优雅，而且它在盛开时还会从天花板垂降下来，具有一种动态的美感。看了这么多静悄悄的开的花朵灯，有没有觉得心情都美丽了？真的是不得不佩服设计师的心思和巧手啊。视频元素来自 Studio Draft， 由 McDonald 创意公园翻译剪辑制作。感受最美的创意生活，请关注 McDonald 创意公园。